多朋友。那么首先呢，要先来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，请问一下你所在的品牌名称叫什么？没有错，抖音们要有声音，好不好？现在主持人听到声音的就有礼物，好不好？再一次哦，请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你现在所在的品牌名称叫做？没有错，而且呢，我们都金妹是来自于日本，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品牌。请问一下，都金妹来自于哪里？日本。日本，来自于日本。哎，我有听到声音，好吗？来自于日本，而且呢，它不只是来自于日本哦，而且已经有56年的历史了。请问它有几年的历史啊？56年的历史。所以说呢，拥有56年历史的品牌，请问你需要担心它的品质吗？不用。哎，后方的朋友，后方的朋友，哎，不用担心它的品质。所以说呢，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哦，来点名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多多举手。啊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哎，赶快给你们礼物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养过兔子的朋友啊？有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大家没有说谎哦。好，有养兔子的朋友，那有没有养过龙猫、有养老鼠的朋友啊？有吗？有吗？啊，这边就是这边才有了哈。老鼠这边的待会吗？待会。那有没有养过鱼的朋友？鱼有养过吗？好，鱼也有养过，对不对？鱼有养过，没有错。所以说呢，我们都听。不只是有猫狗的品牌哦，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相关的用品，不管是兔兔啊、龙猫啊，通通都有。并且呢，我们还热销了50几个国家。请问热销了几个国家？50几个国家。那并且呢，我们热销了这些国家哦，像是有美国啊、英国啊、法国啊，通通都有。所以说呢，请问你在法国买得到吗？买得到啊。请问你在韩国买得到吗？也买得到哦，又有50几个国家，通通都有。那么现在呢，主持人要来大放送，好不好？这个袋子已经送完了，让我换一个袋子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天呢，就是要把礼物通通都送出去哦，所以现场的朋友们不用担心，一定会有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只想听到两个字，就是 Doggy Man， 好不好？所以我说什么，你们都要说哦。没有错，我爱。好棒哦！那我们现在呢，要跟现场的朋友在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。好，来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了，请问一下小 baby 通常都喜欢喝什么？牛奶，没有错，喜欢喝牛奶。那请问一下，人类喝的牛奶，我们宠物可以喝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因为宠物喝了会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的宠物有乳糖不耐症哦，若喝了人类牛奶会拉肚子。那再问一下大家哦，通常我们人类喝牛奶是为了要补充什么东西？钙质，没有错，是要补充钙质。所以我们家的宠物需要补充钙质吗？要，它也要补充钙质，好吧，一定要的。那这个牛奶呢，它除了有补充钙质之外，我们还另外添加一些维生素 A B C D E 5个，通通都在里面呢，添加非常多的营养素在里面。那它可以加在哪里？可以加在你的主食罐里面，或者你要单喝也通通都可以。最重要是它有狗狗跟猫猫的都有，它又有成犬、幼犬、成猫、幼猫，通通都有。因为里面营养的含量不一样，比如说你家里的如果是阿嬷养的很肥的那一种，它要喝成猫或者是成犬的，因为它的热量比较低一点点，虽然要补充营养，但是不能越来越胖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呢，一样就是热卖的商品哦。我们这个好像已经剩下几组了，还是要四组而已，剩下四组。那这个本来原价一瓶是80块，你在我的左手边买一瓶是80块，在中间买3瓶100。三瓶一百，只剩下四组。好，一样哦，要的举手，好吧？要的举手，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过去结账，好不好？好，要的举手，要的举手。要1、2、3、4，没喽。好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哎，还有黑色衣服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黑色衣服的小姐，这个。好，就这样四组没了。然后来跟我拿小礼物来，这边两包再给你，好不好？有够吗？